佛教智慧故事，示现身相。相传有一个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国家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国王是位虔诚的佛教徒，除了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外，也在国内推行佛法，敬奉三宝，而国中的百姓也非常淳朴善良。在国王的影响下，人人皆奉行五戒十善。师弟，师兄，咱们寺院收藏了无数经书典籍，你为何仅以法华经为日课呢？师弟听闻曾有一位法师终身只修习一本经书，开悟之后其他的经书也都了然于胸，师弟认为只要把一本经书读懂读透，入了佛法的境界，其他的经典也都会明了。有道理，希望你能早日正果。师兄，国王前来礼佛，说要供养所有人僧衣。师兄，我的早课尚未完成，是否可以完成之后再去拜见国王？可以，召集所有僧众去大殿迎接国王。请问大师，寺院里的诸位师父全都在这里吗？有一位师弟，他的早课没有完成，正在……陛下，他来了。大师，我终于又见到您了。陛下，那位师弟学识和修行都不出众，也没有什么德行或神迹，为何您会对他行如此之大供养呢？您有所不知，那位大师修大乘法，虽外现愚钝，却内密菩萨行，不能光由外表来判断他呀。陛下何以得知呢？那是我在刚继位之时。这么多奏章，何时才能看完？父王以前都是怎么处理这些奏章的？先王在世的时候，常常批阅奏章，通宵达旦。他说这些奏章反映的都是百姓的疾苦，生怕有所疏漏，陷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。那样当国王还有什么乐趣？我不干了，我要做我喜欢的事情。大王息怒，小人听说王宫后面的山上住着一位修行的大师，他能让人们心生智慧。要是大王您拥有了超人的智慧，不就能快速处理这些奏章了吗？真的会有那么神奇的事情？那就是大师修行的地方。着火了，快让人去救火。那么大的火怎么突然就熄灭了？那不像是火光，好像是佛光。这么说，那位大师是佛菩萨了？快随我去拜见佛菩萨。这里什么也没有，是不是刚才眼花看错了？陛下，马上就要天亮了，咱们先回去吧。神人来了，神人来了。佛说世经时，普贤等诸菩萨、舍利弗等诸声闻及诸天龙人非人等，一切大会皆大欢喜，受持佛语坐礼而去。神人，求您教我快速处理奏章的方法。神人，神人，谁在洞外说话？请进来。大师，外面那位神人他去了哪里？神人就是全身放着金光，骑着六牙白象的那个。您说的应该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曾发愿言，如有人读诵法华经者，当成六牙白象来教导他，以为供养。今因我诵读法华经，菩萨特来现身护持。后来我跟随大师学习法华经，内心平静，不再厌恶批阅奏章，终于和先王一样受到了百姓的爱戴。能得菩萨感应如是，必有大修为，是以国王如此敬奉供养。此后寺里的僧人对那位比丘格外尊敬，跟着他一起学习法华经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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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